照片再看现在的他，真的差很多哦。是的，哇，这个就很有效果。我们经过这一次一系列的培训之后，你觉得你等一下在直播销售的这个舞台上，你的决胜点是什么？我本身以前就是一个胖子，用我亲身的经历呢，自己亲身故事，亲身的故事呢，变回女神的身材这样子。对，变回女神的身材。那等一下你的商品化，你打算怎么呈现？有做实验之外呢，然后我也有我之前的前后的对比照。哦，你自己的对比照，好，很棒，很棒。那我想这个瘦身的市场非常大，你就要很自信展现你自己，不论你的话术也好，还有你的 body language， 相信一定有很多人可能正跟你之前一样，摆在他面前可能有几百样商品，他为什么要选择是你的？所以你要试着去用消费者的想法去想你的商品，你就会讲得更好。你们相信吗？在我去年参加节目的时候啊，我的体重来到多少公斤？你们知道吗？多少？快八十。哎，你真的瘦很多哎！我跟你们说，什么？你也要脱？哇，看完刚刚的照片再看现在的他，真的差很多哦。是的，哇，这个就很有效果。好，接下来就要来讲一下洁油锭。你这瘦下来除了想变女神的决心之外，应该就是因为产品的关系吧？没有错，除了呢调节我的身体机能之外呢，其实它有三大非常重要的元素。第一呢，拦截的油脂；第二呢，让我们呢肠道顺畅；最后呢，让我们的代谢提升，标数提升。我们现在就是要做油脂的报复实验，模拟我们现在要吃麻辣火锅。这个就是我们洁油锭，然后磨成粉，那我现在就是把它放进去这样子。那我们洁油锭呢当中有我们的专利植物性的甲壳素，它一公克能够吸附800倍的油脂，800倍，而且它的分子非常的小，然后溶解的速度呢也非常的快。有没有看到它有一点开始在分离了，而且往下掉了？而且我们还讲究3天排油，7天净化，14天呢能够提升我们的基础代谢率。我们专利当中呢还有褐藻多糖体，只要食用后的3天，我们就可以养成定时排便的习惯。哇哇，那实验非常成功。